哟，今天是投票日，真的要从家里去投票的。我的妈妈也是还没有去投票。老妈，什么事？要知道要上镜，还要弄头发、啊。头发很乱。你会投哪里？哪里？国政啊，天平啊。投票是秘密的，可以泄露。可是我投国政哎、欸。真的。你不好这样哈、哦，要想一想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我的投票的地方很靠近宝了。我的投票的地方哦，以前我的学校，我读了中学，我走路去都可以到，不过我驾车了，因为年纪老了啊。现在我们一起去投票。哇，很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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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第一次用我的 iPhone 录 Vlog， 还不错的，可以看到自己在讲话，讲都比较好一点。用啊，相机哦，我的，我真的是想要去买一个可以看得到自己的相机来录 Vlog 啊。我现在哦已经到投票的地方哦，可是没有什么人这样呢，为什么啊？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学校，这间是我以前读的中学，我每次都蹦蹦啊，我这样跳跳跳跳出去哦，那边这样子走哦，我就到家了，去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我弄错了，我不是在这间我以前的中学，因为我的中学后隔壁哦是一间小学的，我是在那间小学投，我现在走过去。因为全部都没有人，这样嘞，空空的，没有人来投票，不可能。我上一届来投的时候，超多人，全部来500伊尼咖喱啦，伊尼咖喱啦，这次没有嘞，去看看一下。我懂是不可以录影的啦，但是等一下嘞，我会照录乱放，所以可能会比较晕一点，所以你们要多多见谅。他讲要拿 IC， 所以现在要前往上岸。谢谢 WMVD，Okay. IC 姐 我在投票的时候自己录那边他看不到很多人讲哦，投了票不要去挖比赛。其实我的比赛就是沾墨的那个。What the？ 我以为哦会有很多人，很多人在排队，什么？我还想要去问一下其他人呐、啊，投哪里啊，还是什么？哪里懂？我连排队没有排队，我直接一进去一直游排了进去就直接出来，讲了号码拿了直接填打叉了就出来了。What the fuck？ 哇喽，上一届我排了差不多2个小时才投票，这一次我睡到2点多才起来去投票，直接不用排队，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投票我都选择迟的去，反正早去又不会有两票，如果早去有两票的话我就早去。 OK， 今天呢我早上去投票吗？现在是晚上了，然后现在在选票，可是已经很多人讲哦，希望联盟已经是赢了的，但是哦，他们讲什么不要签什么波浪十四还是什么，我也不大清楚啊，因为政治的东西我也是不懂啊。但是现在他们有讲哦，请全国人民啊去帮忙顶着那个门，我就要去看怎样是顶着那个门。如果真的要顶的话，我就去帮忙顶。但是我不懂什么叫做顶门，我真的不明白什么叫顶门，顶着那门会怎样呢？但是我听到看到是这样啦，我就去过去看看叫。如果真的是要去顶着那门的话，我就会出我全身的力去顶着那个门，然后看一下这次可以不可以改政府。呜呼！OK， 现在我看到我的朋友，他这么多载我，然后哦，我们现在要去看 MPJP 那边，现在已经讲四国来是赢，四国赢了是吧 ？OK， 现在他们讲四国已经赢了，所以我现在要看一下到底是怎样的状况，讲顶什么门，如果可以顶的话，我们就去顶一顶。票还没有算完呢、啊，不过现在已经是讲赢了的啦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过去看看一下，看他们到底出什么领棍 battle。OK， 原来不是来这边顶门，是来这边，因为国政已经输了，连过后哦，反对党赢了，可是他们国政的不要签，全部人在等他们签，超多人这边，我奇怪顶什么门，到底要顶什么门 ？OK， 我终于懂他们讲那个顶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了，不要给他们拿那种黑票进来，原来那个才叫顶门，我奇怪，他们每次讲顶门、顶门、顶门，到底是什么？把现在呢，最后的消息是我们Johor已经
给反对党拿到了，所以已经执政了，耶！可以换政府了，耶！希望联盟拿到了，现在大家都很开心，可是他们把大陆 block 住。哇，你们看到吗？全部人都在那边，那边有很多旗在摇，他们全部很开心。哇，超多人，全部人在摇旗。全新山的人民都很开心，因为换政府了，他们把三条路 block 成一条路。可是哦，经过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哦，哎，反而跟他们一起喊哦，我觉得 OK 啦，终于可以换一换这个政府啊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也可以过得好一点没有？政府一定要换一次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新的政府可以做什么，可以不可以变得更好？这样我们就投了希望联盟啦啊，有希望。有信心。